洪太太伊将这拢去面，拢赶紧在抢修，亲像婚礼都迄阵啊，赶紧倒腾去讲，有诶蚵仔农啊去收蚵仔买来互搬上，因为这蚵仔农嘛无紧收，到时洪太了后三四天无法度出海，先收得当先避免损失。顶面要收农民来抢修红薯，甲水来啊！趁着风雨还未来进前，五年大细渔民一再无闲抢收蚵仔，准备交货搬上。当地渔民就讲，洪太来时。至少三天未当出海，目前收偌济算偌济。啊，你会惊唔会惊？唔知会出来收？哦，加减收一罐咧就对了。过来到口湖台湾鱼港，渔民嘛赶紧用索啊加强固定渔船，都会惊身在港久受到波及。把伫外口啊，把伫外口过来。你讲一般把伫外口，可能是。啊哈。啊，伊嘛强台西入来进来。惊受到风台影响的，过明日进安州的农民就讲，目前多是安州的三季。那落大雨，恐惊让安州造成不果。五个人在抢收呢，早上。五个人在抢收。这几天天天都在抢，要能吃才可以采啊，不能吃你采下来也没有用啊。苗栗的周龙表示，目前规体枣啊收成三成，另外多是三季的果来啊，上惊就是雨水拍到。台风来临之前，也顺势把它采收起来，已经成熟了。反而风台所来带来大雨和强风。影响到龙鱼收成，一再各地龙鱼面冻起来，未来做抢修也是做最爱风台，希望等将龙鱼业的灾损降下上低，去向吴立波道。